他现在没有跟你好好的。很抱歉，他不太甩我。哈林自曝哈利不甩我，爽当三宝爸，管籍不升。57岁庾澄庆出席世界地球日路跑活动。热爱运动的哈林常在脸书分享单车照。以前常去拍照，说跟那个哈林一起去骑车。嗯。他现在没有跟你一起去。很抱歉，他不太甩我。因为他现在有很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啊，就是尽量让他去开心的玩他喜欢的。上次说儿子送你一幅画作，嗯，最近有没有在送一些他的一些画作？哎，没有。你敢开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一点都不敢开。我有心理建设了。这次暑假也有计划。有计划还没有定。小孩现在还愿意跟你出去？你知道，比如说小孩大了，他不愿意，可是没办法。因为跟我出去有很多好处，机票啦，还有吃喝拉撒睡啊，购物啊，这个我想他应该是，还有利诱。对，这不还用利什么诱啊？这是他跑没有办法的一个吸引力啊。那就现在跟他们忙着当奶爸，这个就是每天日常生活啊。你们现在会很黏腻吗？会不一定，有时候啊，我要出去了。有时候，不要不要，你这样老来得子。哎，老来子，身体现在都有一些像运动变得过量，像小朋友有力气不用小。你是觉得照顾他们是有多累的？因为大家都希望读书满堂嘛，那你要不要想再接再厉？你的意思说现在该生孙子了是吧？我是说没有了，我是说你有没有觉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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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况。